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老蔡峰。这期咱们继续回顾特雷高达的剧情。书接上回，迪安娜回归军准备举行建国宣言典礼，他们以迪安娜女王的名义向亚美利亚大陆各个领主以及各个领地区的代表人物发送了邀请函。葛薇和迪安娜扮演的基艾尔将参加明日的典礼，罗兰将以特雷高达驾驶员罗拉的身份参加，苏西亚也将以机动战士卡普尔驾驶员代表出席典礼。半夜，由迪安娜扮演的基艾尔悄悄找到了熟睡的罗兰，向罗兰坦白了他就是来自月球的迪安娜女王本人，并且还将他与基艾尔交换身份之事详细告知了罗兰，目的是想要让罗兰帮助他回到太阳花旗舰。因为现在月球与地球双方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糕，迪安娜决定回到太阳花旗舰与基艾尔换回身份，然后尽力去修复和缓和月球与地球之间的关系。罗兰得知详细情况后觉得不可思议，难以接受这个事实，经过不断的思想斗争后也只能面对眼前的情况，最终他还是决定要帮助二人将身份对调回来。由于迪安娜回归军要召开盛大的建国宣言典礼，所以派出了大量士兵去附近城镇采购所需的物资。英格丽萨和鲁加纳的联合市民军趁机伪装成商人，计划着要潜入典礼中破坏典礼，阻止月球方建国。蒂蒂斯也混进了市民军的伪装队伍中伺机而动，他的主要目的则是潜入太阳花旗舰暗杀迪安娜女王。不久后，前来参加建国宣言典礼的人开始陆续进场，罗兰再次男扮女装以特雷高达驾驶员罗拉的身份现身，并悄悄带着迪安娜扮演的基艾尔潜入了太阳花中，想要赶在发表建国宣言之前将二人的身份换回来。遇到士兵阻拦时，二人就说是女王在变装视察工作。不料此时潜伏在太阳花附近的市民军开始行动，由加班带领的机动战士博加龙战队在外部发动突袭，米海尔上校和亚尼少尉则是在典礼内部制造混乱。月球方派出数台机动战士出击来保护参会人员安全，蒂蒂斯趁乱换上月球军士兵的服装潜入了太阳花，并顺利来到剑桥找到了由基艾尔扮演的迪安娜女王。なぜ私の命を狙うのです？アグリッパメンテナーに頼まれましたか？みんなはみんな地球に帰りたいわけじゃないんだよ。やられた。外の攻撃はどうなりましたか？相撲以下に制圧させました。得知暴动平息的女王决定立马开始发表建国宣言。在前往典礼途中，基艾尔和迪安娜相遇，没想到基艾尔并未提出要和迪安娜换回身份，而是要继续以迪安娜女王的身份去发表建国宣言。真正的迪安娜决定相信基艾尔，让他前往了演讲台。他和罗兰则是被哈利带回了典礼现场参加仪式。基艾尔以迪安娜女王的身份表明了不希望战斗的态度，他告诉大家月之民来到地球并不是要侵略地球，而是想要回到他们2000多年前的故乡与大家共同进退。当初黑历史事件发生时，他们前往了月球谋生，并不是所谓的逃跑，而是为了延续人类文明。但没想到留在地球的人类从灾难中挺了过来，还让地球的生态环境逐渐恢复，发展到了今天的地步。月之民这次归来就是想要和地球人一起建设家园，想要再次将人类文明发展到能够随意进入宇宙的地步。所以这次的典礼并不是月球方要在地球建国的宣言，而是要让月之民与地球人重新交涉，共同进退的宣言。真正的迪安娜女王听闻演讲后感到非常震惊和诧异，因为基艾尔所说的正是迪安娜女王的内心所想。迪安娜决定暂时将月之民交给基艾尔，不换回身份。罗兰也非常赞同基艾尔的想法，感觉到了他的成长。由于基艾尔放弃了原本月球方制定的建国宣言，这让米兰和哈利非常担心地球方的气焰会高涨，声称以理想化的言论是无法控制双方的军队的。但基艾尔的心意已决，以女王的身份让众人服从命令。可月球方和地球方的主战派依然没有改变，蠢蠢欲动。典礼结束后，地球和月球双方明面上准备交涉，但双方私底下的军队都还在继续加强各自的实力。西多这边挖掘太空船的进度依然在稳步进行中，葛薇来到现场为太空飞船取名为威尔凯姆号，目的是为了纪念与太空船有关的威尔凯姆一族。葛薇还从月球军中挖来了一名技术官赫雷斯，雷雪的父亲拉达拉姆身为市民军技术负责人很高兴，拉达拉姆很乐意从赫雷斯这里学习月球的先进技术。市民军在挖掘威尔凯姆号的同时还挖出了一艘战舰，这是一艘与 UC 系中联盟军的盖洛普相似的战舰，在本剧中也叫盖洛普，有的翻译为加洛普。葛薇将盖洛普交给了身为月之民的罗兰管理，并让罗兰担任盖洛普战舰的舰长，辅助市民军作战。在这个过程中，赫雷斯发现了特雷高达的不同寻常。赫雷斯表示制成特雷高达的材料是纳米机械，这种材料在遭到破坏时能够进行自我修复。上次特雷高达被哈利的苏姆队长机毁掉的左边胡子，现在就如同人体受伤后正在结痂一般渐渐恢复，只要给机体足够的时间，特雷高达就会变成原本的样子。不过赫雷斯表示特雷高达所使用的纳米机械精度极高，
就连现在月球最先进的技术也无法将其开发出来。因此赫雷斯猜测该机就是黑历史神话中的高达。对黑历史着迷的赫雷斯更加愿意加入市民军了。迪安娜回归军这边，以菲尔少校为首的主战派很不满，他们发现军队中很多技术员都开始跳槽到了市民军中。菲尔少校深知这些技术员就是对黑历史着迷，博埃吉建议派兵去将技术员们感兴趣的东西毁掉，这样一来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再次回到月球军。菲尔少校觉得不无道理，同意了博埃吉的提议。罗兰这边，盖洛普战舰的维修工作已经完成，可以使用，于是他决定出动盖洛普战舰去寻找蒂蒂斯的下落，想要问清楚蒂蒂斯为何要去刺杀迪安娜女王。就在罗兰想要出发时，苏西亚驾驶机动战士卡普尔前来。苏西亚见罗兰与姐姐杰尔天天黏在一起，本就暗恋罗兰的他醋意大发，编着法子为难罗兰，最后任性地将机动战士卡普尔强行放在了盖洛普战舰上。罗兰没有办法，只好带着苏西亚一起行动。途中他们刚好遇到了波埃吉率领的三台机动战士瓦多姆，该部队是奉菲尔少校之命前来摧毁威尔凯姆号的。但波埃吉发现了盖洛普战舰上正在休整中的特瑞高达，一直想要复仇的他立马命令部下攻击盖洛普战舰。罗兰见机动战士瓦多姆部队朝他们飞速而来，他深知无法战胜对方，想要让盖洛普战舰撤退，可苏西亚硬要出战，想要让罗兰见识他的成长。他驾驶机动战士卡普尔强行离开盖洛普，与敌人展开了战斗。罗兰只好驾驶还未装上头的特瑞高达去紧急装头。博埃吉发现罗兰的企图后疯狂攻击，想要阻止安装。苏西亚见状驾驶卡普尔出击，却被另一台瓦多姆阻挠。博埃吉又一次复仇失败，只能哭着鼻子撤退。苏西亚得知刚才的战斗让盖洛普战舰死了两人，他们正是负责操控盖洛普战舰左侧机关炮的人员。苏西亚也意识到是自己的冲动害死了他们，很后悔。罗兰没有责怪他，只是希望他能够吸取教训。另一边，由加班带领的机动战士博加龙战队正在巡逻，途中却遭遇到数台机动战士弗莱特阻挠，双方展开了战斗。弗莱特运用自身携带的高周波振动兵器产生震动，这种震动可以在机体周边形成障壁保护机体，这让加班的博加农战队的攻击根本无法奏效。他只好下令让博加农战队撤退后从长计议。市民军挖掘部队收到了加班发来的请求支援信号，他们派出梅雪和苏西亚驾驶卡普尔前去支援。罗兰一直很在意山谷上方山顶小屋的炊烟，由于最近的好几场战斗都是在这附近展开的，所以威尔凯姆号挖掘点附近的地球住民早已逃离，唯独这山顶上的一户人家貌似还留有人住。于是罗兰驾驶已经修好的特瑞高达前去一探究竟，没想到却遇到了布鲁诺和雅各布二人也在这里。老太太以为罗兰是坏人，疯狂攻击特瑞高达。等到老太太累了之后，罗兰找到她表明了来意。老太太名为阿尼斯贝尔，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这里，但罗兰深知阿尼斯留在这里非常危险，不断劝说。最终在罗兰的不懈努力下，阿尼斯终于同意离开，但前提是要将已经成熟的小麦收割完成才行。罗兰和布鲁诺以及雅各布也一起帮助收割小麦。迪安娜发现罗兰迟迟未归，驾车前来找他才得知情况。随后他以罗兰的主人杰埃尔的身份也加入了劳作。在这个过程中，迪安娜深刻体会到了地球大地的美好。阿尼斯告诉他，在1500年前地球还处于荒芜状态，是阿尼斯的祖先和同伴们一起努力改变了土地。阿尼斯表示他憎恨所有践踏这片土地的人，无论对方是月之民也好还是地球人也罢，都很讨厌。阿尼斯不识字，他让二人将女儿寄来的信念给他听。迪安娜接过信件，将每一封信都认真地读给阿尼斯听。此时的阿尼斯才知道去城里打工的女儿已经嫁人，而且嫁给了城里的一个面包师，还生了一个女儿。如今因为月球军的到来与地球军发生了战争，导致阿尼斯女儿的面包店被毁，女儿一家正在流浪。得知情况后的阿尼斯十分担心女儿一家的安危。迪安娜见好好的一家因为月球人的归来陷入劫难，这让迪安娜的内心感到非常的后悔和纠结。情绪激动的阿尼斯不小心将装信的箱子打翻在地，罗兰发现其中还有一封信未读，而且是最新的。通过信上内容，罗兰发现了一个意外惊喜，原来阿尼斯的女儿嫁给的那位面包师正是基斯在诺克斯市遇到的那家面包店的老板，所以基斯喜欢的面包店大小姐正是阿尼斯的外孙女。也从信上得知面包店大小姐名为贝尔蕾妮。罗兰告诉阿尼斯他们现在的情况后，阿尼斯才放心。就在此时，屋外突然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响，
是加班带领的部队以及诺战士弗莱特的战队拉扯到了此处。前去支援的苏西亚和美雪驾驶的卡普尔也在其中。美雪为了掩护苏西亚，被一台弗莱特命中受伤。罗兰得知情况后，驾驶特瑞高达也加入了战队。きちんと落とし前はつけさせてもらう。阿尼斯伸出援手，为受重伤的美雪提供药草和纱布。迪安娜则是利用她所知的医学知识进行了紧急处理。美雪也脱离了生命危险，回到了威尔凯姆号基地中。不过她的伤势还很严重，被带去了附近的战地医院。阿尼斯也带着她心爱的毛驴去往了相对安定的地方。布鲁诺和雅各布二人留在了盖洛普战舰工作。迪安娜回归军旗舰太阳花这边，女王被军方软禁了。军方根本不听女王的命令，执意要和市民军对抗到底。好在皇家亲卫队队长哈利是站在女王这边的，不过仅凭哈利中尉的权力也是无法阻止军方行动的。通过月球传来的信息和情报得知，月球本部也有变故。自从女王带领迪安娜回归军降落地球之后，女王将月球交给了总理阿格里帕曼提纳打理。阿格里帕家族是月球负责守护冬眠系统一族，没想到此时的曼提纳总理却已经开始叛变，当初未经允许私自让克伦小队来地球毁掉特瑞高达，以及委托蒂蒂斯刺杀女王的主谋正是曼提纳总理。米兰和哈利猜测曼提纳是想要推翻女王的弹劾政权。与此同时，罗兰这边指挥盖洛普来到了战地医院，目的是为了增强战地医院的防御，以防敌人来袭。苏西亚见闺蜜美雪的伤势恢复得不错，很开心。迪安娜看着这些因战争身受重伤的市民军，很痛心。她越来越怀疑自己当初回地球故乡的决策是错误的。为了表达内心的愧疚，她默默向伤兵们深鞠了一躬。病房中的所有人中，只有罗兰看到了迪安娜的行为。此时恰好遇到格威和莉莉也来到战地医院视察。莉莉一直因为格威与杰而走的太近而吃醋，这次为了表现出格威与她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做出了不少有违她大小姐风范的露骨行为，这让在一旁的苏西亚看到后为这种行为感到羞耻。随后格威让罗兰等人带路来到了威尔凯姆号。此时威尔凯姆号的挖掘和修复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在这个过程中，由迪安娜扮演的杰尔找到了格威，希望他不要将威尔凯姆号当作市民军的武器来使用。莉莉见状告诉杰尔不要太过自以为是，声称杰尔仅仅只不过是个挖矿人的女儿罢了。莉莉让他认清自己的地位，去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就行了。杰尔表示自己没什么专长，不知该如何去做。莉莉听闻后找到了羞辱杰尔的机会，她建议杰尔留在附近的战地医院帮忙，可她没想到杰尔竟然对她的提议万分感谢。其实迪安娜的内心一直对战地医院的伤兵感到愧疚，能够在战地医院工作也能让她压抑的心情好受一些。迪安娜回到战地医院，以杰尔的身份找到了护士长。在她的再三请求下，护士长让她从简单的工作做起。迪安娜也是尽力做好每一项基础工作，乐在其中，这让原本想要折磨和羞辱她的莉莉感到很不爽。莉莉以战地医院暂住伤女儿的身份找到了护士长，谎称杰尔是一个立志要成为一名护士的人，说是护士长为她安排的工作太过简单，无法成长。莉莉让护士长为杰尔安排更为困难的工作，护士长信以为真，按照莉莉的要求特意做了调整，让迪安娜成为了手术室中的助手，辅助医生进行手术。贵为月球女王的迪安娜从来没有直面过这种场面，面对手术中触目惊心的血腥过程，让她当场晕倒。最后迪安娜被护士长安排去倒掉手术后的秽物，看到杰尔出尽洋相，躲在暗中的莉莉很开心。此时护士长让迪安娜将一大车床单和衣物清洗干净。莉莉见杰尔的工作量巨大后满意的离开了。迪安娜走到需要清洗的物品前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她听医生说过病人能产生秽物证明他们还活着，她决定要认认真真地完成这项平凡且伟大的工作。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罗兰亲眼目睹，看着迪安娜女王竟然在做这种活，吓得罗兰双腿打颤。罗兰不忍心看着女王如此劳累，决定帮忙，于是特瑞高达牌洗衣机名场面就此诞生。清洗完成后，二人将衣物晾晒在了特瑞高达上，罗兰和迪安娜一起欣赏着月光下河边的美景。迪安娜回归军中，大量技术人员因为想要探索黑历史而跳槽，这让以菲尔少校为首的主战派实在无法忍受，他们决定要派兵前往威尔凯姆号挖掘点将其毁掉，这样才能防止更多月球军的技术人员加入市民军。由杰尔扮演的迪安娜女王担心真正女王的安危，她找来了值得信任的哈利中尉去执行秘密任务，让哈利伪装成技术人员混入投靠市民军的队伍中，去通知杰尔小姐有危险，让他们做准备。
其实哈利早就已经发现吉尔与迪安娜调换了身份，但他始终相信真正的迪安娜女王这样做有他的考量，而且这段时间他与吉尔相处融洽，似乎暗生情愫，所以他并未拆穿真相，决定接下这个秘密任务。接下来哈利将跟随投靠市民军的技术人员队伍行动，他能否顺利找到迪安娜女王让其脱离危险呢？威尔凯姆号的挖掘和修复工作又能否顺利完成呢？预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我是老蔡峰，我们下期见。